大家都醒醒，开会了。开什么会？应该开庆祝搬到新家的派对。派对！停！现在宣布新家的新卫生条例，每天打扫一次。每天？不行不行，这样哪有时间开派对？应该投票决定。投票就投票，同意不打扫的举手。台长赖皮，这里就你有手。同意不打扫的站到我身边。龙勇帅最想用打扫时间去冒险。我喜欢在干净的地方跳舞。票数2-2，那么放脑壳就剩你这一票了。我的名字叫高智能卫浴温控系统，代号最强淋浴房，不许叫我放脑壳。别理他放脑壳，赶紧投票。台长连你也我错了，不对，放脑壳，不对，智能脑壳。算了，我喜欢干净，投给台长。哇，票数3-2，我们赢了。你是谁？我叫拉吉，你们还没搬来以前我就住在这里，投票应该算我一个。看上去很眼熟。既然也是浴室的居民，那你投票吧。我最讨厌打扫了，当然支持不打扫。别高兴得太早，现在只是票数相同。这下你们少了一票吧。不够，查到资料了，他是污染细菌。细菌？你们听着，我垃圾大王现在是浴室的老大。你别过来，我可是空手道18段，代表细菌污染你们。台长，细菌怕消毒水。想拿消毒水做梦。马大嘴，快用你的空手道。我马大嘴是用头脑的。那就快用你的头脑。台长，干得好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报复的。我们战胜了细菌，是不是该开个派对庆祝一下？还开派对？我宣布，为了防止细菌再次入侵，以后每天都要打扫。今天的值日生就是马大嘴。我讨厌细菌。下面由我来教大家怎么敲马桶。应该我教。首先是看表面光滑，亮度更高为好。然后要摸，表面整体细腻为好，背面细微摩擦为好。敲击陶瓷表面，声音清脆为好。细菌率越低越好。